唔舒服啊？。簡單啫，可以要仔唔要客。你知實有㗎啦，我嘛。不如我落咗去啦。咩啊？你唔好亂嚟啊！咁我哋幾時結婚啫？我咪同你讲好多次，我有分数噶咯。成日都话有分数，唔通生出嚟啊，上去补娘嗰个？我都我唔咁嘅意思咯。就算我唔系有咗，我哋识咗已经五年啦。如果你谂住分手嘅，咪出声咯。停车。堕胎啊！总部急 call， 你自己去先啦，我阵间俾电话你。喂喂，阿姐，今次行动代号吊猎师行动，阿杰，根据线报，两日之内将会有人喺呢架渔船上面进行军火交易，请大家留心睇下呢个渔船嘅型号同埋所在嘅位置。根據線報的資料，買軍火的是菲律賓的新型軍，這班人每一個都受軍訓的，大家行動的時候要特別小心。另外根據線報資料，提供軍火的是波士頓的新興勢力月青幫，首領是這個華裔中年男子，上頭懷疑他涉嫌很多宗國際犯罪案件，特別交代可能的話刪入去。由於漁船會離開海岸600公尺咁遠，而佢哋會派人監視住海面，你哋今次行動將會非常之艱巨。唉，你話都算尿楞啦，我都未驚過。老闆，你加低齊啊嘛。整隻船都炸得冧啊！上头叫我哋嚟生擒噶，你嚟打仗噶？唉，嗰种辛苦法你真系唔知，食嘢又唔开胃喎，唉，见到乜都唔系好想食嘅，唉，嗰种辛苦法，唉，你又唔知啊，心态。见到喎。点啊，医生？黄小姐，你好彩，未使就未分红啦。死啦！系十点几，猫将沙展十变化水面包啦。有到啊！点啊？掂唔掂得顺啊？冇问题。盯住啊！喂，富贵台，唔该，9787复咗机未啊？贵姓 call 啊 ？Linda， 未喎，我同你再追啊！阿姐，做够半个钟头，冇料到我哋又拖队。
有料到啊！见唔见啊？你在这里掩护我，有咩事啫？飲兩啖鹹水啫嘛，又咪半身不遂，急得出人噏。係咁簡單啦，冇所謂啊。最慘正係衰你話隨時都可以隔扯嘅。你唔出聲，冇人話你啞嘅。收聲啦，主席。我都講事實啫嘛。阿仔，阿仔，冇事啦，阿仔，阿仔點啊？冇事啊，冇事嘛，冇事啊嘛。對唔住啊，沙子。我講埋啲衰嘢啦。唔好講啦，還掂貓仔都冇事啦。今晚我哋一齊啤一啤佢開心下啦。行啦，行啦。喂，你哋去先啦，我翻屋企。夜啲 call 你哋啊。即係哪 call 你係咪？請問幾樓搬嘢？十三樓。十三樓？十三樓？你做乜嘢啊？唔該，你借尾啊！對唔住咯，我做緊嘢，我俾唔到電話你噶。你永遠都係咁噶，因為 Colin 唔見咗人，而家咩咁巴閉啫？巴閉得過我個肚咩？真噶？你真係有咗 BB 啊？嚇？有啊？點啊？你方你會同我結婚啊？你信我啦，你生到 B B 出嚟先，兩年內我應承你，兩年內我就用大紅花轎嚟接你。你當我係咩？得閒冇嘢做，沙仔嚟玩下。你誤會曬啦。你想分開咪出聲咯，使咩喺度轉彎抹角啫？我哋冇拖冇欠。我都話我會負責咯。我根本就唔需要你負責。今日冇 B B。
这雨中我送过你，这夜里我拥有你，唱啊要分离，人生本是知己，要分手也有哭泣，谁能把我分离？你是人生意义，有没有意义？你啊，我最啊，再嚟个，再嚟个，唔好企起唔稳啊！我最话说咧，有两个仔就打劫加拉 OK 啦嘛，咁一个咧就入去梗系攞钱噶啦，咁第二个咧佢又帮死人哋，唔知佢打劫喎，就攞支枪出嚟打劫啊！我傻噶啦，好想冇睇。飲得冇人飲啦嘛！出面咧，個個都靜曬啦喎，得佢最多一個。邊個啊？邊個啊？就喺台上唱嘅嗰個傻佬啊！個傻佬啊！傻佬啊！我哋冇啲傻。唱片再唱，傻佬，係啲傻。我哋做成乜嘢傻佬？生于世上，有几个知己，多少友谊能长存。莫打，今日你同你双双两把手，莫打，有几个心里，莫打，今天这样暂别，怕是有一定难聚首。莫打，纵使不能会面。始终也是朋友。雪有万里霜，隔咗两地遥，不需见面，心中也自晓，友谊改不了。喂，我叫你唔好饮咁多嘛，你系要饮就冇嘢啊。你唔想安慰我，我知道啲镬我系衰紧嘅，要衰大家一齐衰嘛，怕乜嘢？你唔同我，你知唔知啊？我就算我点操到我都唔会系最拖嗰班噶。唉，睇到要我结婚啦。唉，做我哋呢行结得婚噶嘛？又唔话都俾佢听喎。女人啫嘛，我大把女朋友，你想识边个啊？话声俾你听得噶啦。问世间情是何物？你讲嘢啊！赵子文，由于喺执行任务嘅时候，发现你有抽筋同埋不适应水压情形，医管认为。你唔適合留喺 SDU 執行任務，我決定你提早退役，調你翻原來軍裝部門工作。兩 Sir， 我承認水性方面弱啲，但我其他嘅作戰技能我應付得到嘅。SDU 係一個要求完美嘅部隊，唔允許隊員有任何弱點。兩 Sir， 我希望上頭考慮俾機會貓仔一次，我以隊長身份證明貓仔係 SDU 第七隊。最 fit 嘅隊員之一，但你知唔知喺行動當中，敵方根本係連半次機會都唔會俾你嘅。梁 Sir， 貓仔上次任務失誤，只可能狀態唔係咁好啫。你無需為佢求情，我諗呢啲係其他隊員面臨嘅問題。經過呢次行動之後，我哋發現。除了趙子明有呢種情況之外，我哋懷疑其他隊員亦可能面臨同樣嘅問題，所以我決定由下禮拜開始，第七隊要翻驗所有嘅隊員要經過嚴格嘅考試合格，先至可以執行 SDU 任務。仲有，
下禮拜有四個新隊員參加你嘅訓練，希望大家一視同仁。無論新隊員、舊隊員，邊個考試唔合格嘅，一律出局。明白未 ？Yes, yes, sir。好啦，冇事嘅，出去。兩 Sir， 咩事？我有個要求，希望貓仔可以當新人咁參加呢個 training。如果佢係唔掂嘅，自然會被淘汰出局；如果佢係掂嘅，就唔使嘥咗個人才。嗯，我會盡你以為的啦。誒，使乜驚啫？又唔係未入過 camp， 點嘅？你又唔好下巴輕輕。今次嘅教官好犀利，喺愛爾蘭請翻嚟訓練特工嘅。愛爾蘭未驚過，係最好啦。咁多新仔面前，如果我哋衰咗，好瘀嘅。就憑嗰班新仔，手足，你好。我叫龍。咩態度啊？阿龍，手足，邊度調過嚟？重案組啊。我哋原本 SDU 第七隊。我知，你翻閹噶嘛。唔使咁嘅，大家搭埋一条船啫。铁船，我系你哋嘅教官阮威，负责 SDU 第七队嘅重组训练同埋轮船。你哋知唔知点解要由我嚟训练？因为经我一手操出嚟嘅，全部都系最完美嘅特种部队。根本冇二流货色。我听讲喺你哋当中有一个成员喺执行任务嘅时候，因为顶唔顺抽筋，系边个？系我 Sir。如果我系你，根本唔会嚟训练，因为一个体格有缺陷嘅人冇资格做特种部队嘅成员。Sorry Sir。咁点解你仲嚟 ？Sir。系人有时都会失手啊！喺我嘅字典里边根本冇失手两个字。Yes sir。我知道你系改组前嘅队长刘少华。Yes sir。我唔系问你。Sorry sir。我亦都知道呢度嚟咗一个重案组嘅优秀成员，但系无论你系新人抑或旧人。在我面前全部都是一堆垃圾，我的職責是要將這堆垃圾變為一副不會出錯的機器，我的標準是絕對的，如果不符合要求即刻拋出局，明白嗎？ Yes sir。 現在是換衣服，十分鐘之後在操場集合。 Yes sir。哎，打翻个窗口位先。阿发，窗口封实啊？喂，貓仔，誒，過翻呢邊啦嘛。切，邊個一樣啫嘛，傻啦，坐翻埋啦，坐翻埋啊，嚇！切，咩料啫？人有錯手，馬有失蹄啫嘛，係咪咁講啊？人都有錯噶啦，仲有個咩唔會出錯嘅機器喎？咁個機械人嘅執行任務啊，啱唔啱啊？又啱。
我是刘少华。我是黄子丹。我想你是阮 Sir 一个很掂好的人。你们的要求低啫。黄子啊，是我们重案组的头马。我们的部门啊，考进 SDU 都未衰过的。是咩啊？是咩？我以前都是重案组调过来的。仲唔转翻佢？整一柴仔，只一打狗就真。大家都系听人联络人，你谂谂先讲。喂，正，哇！咦？我系你哋医官顾秀文，呢度有一沓表格，请大家填上自己最新嘅个人资料。以後我配合你哋嘅訓練進度，測住你哋嘅體能。咁幾時測啊？今日訓練完你個 office 啊！哇！咩事啊 Sir？ 如果敌人由左边攻击你，你睇到咩 ？Sorry Sir。开始。睇你过一过嚟啊！哦，抽身嚟啊！做咩戴护肘啊？冇咁易伤啊嘛，上次单 case 唔小心屈亲下，
攞件衫。啊？攞件衫。你心臟機能很好喎，你有幾老，咩視力同埋血壓都冇問題。隔離你呢個訓練都唔係好嚴格啫喎。好戲在後頭。啊，係啊 ，Madam， 你 check 過貓仔冇事啊嘛？你都幾八卦噶喎。大家係兄弟啊嘛。佢係腎上腺分泌唔係好協調，好容易緊張，所以上次先至有抽筋嗰單 case。哦。放鬆啲冇乜問題。就係咁啫係嘛？嗯。我仲擔心咗好耐添，我話俾佢聽。沙展啊。啊。你都係啫。拜拜。拜拜。唉，呢鑊絕啦！佢要孭埋啲圓塊跑山，點跑啊？驚過啊！一定要派车去前面，直到终点为止。明白未？一切是。都算有兩個人似樣啲。猫仔，猫仔点啊？有冇事啊？点样上啊？猫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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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冇嘢嘛？冇事，收埋人命。点解唔知系变态嘅？老实讲啊，我真系顶佢唔顺噶。你哋个个都系垃圾，我要训练到你哋由垃圾变成完美嘅机器。睬佢都傻啊！唔使佢操啊，乜都嘢都講得出啦！叫佢自己跑下笨。喂，唔係啦，講真啦，真係唔對路喎，如果癲噶，不如大家寫信撥走佢啦。好啊，因為實俾佢玩殘噶。好啊，啱唔啱啊？我舉個贊成，撥佢。喂，沙子，嗱，你係我哋嘅大佬，你點睇先？王子，你點睇？你哋冇撩到啫，而家考特種部隊，唔係考少林隊。做人唔使咁串嘅，有冇料考试先知。你估你鞋底度考试嘅？放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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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队 SDU 净系一个人掂唔得嘅。嘢。院长。你的訓練方法根本就超過人類的極限。我有我的訓練方法，希望你不要插手。
我係呢組嘅醫官，我有權過問。對唔住，我出翻嚟。唔使走，你嚟得啱。講俾院 Sir 聽，而家啲隊員點 ？Yes, ma'am。院 Sir， 今日我哋班隊員跑完斜坡之後，好多都頂唔順。我哋希望院 Sir 以後喺編排訓練課程嘅時候，留意一下我哋嘅體能。體能？我咁嚴厲訓練你哋，係希望你哋以後喺最惡劣嘅情況之下，一樣可以完成任務。而家頂唔順最多嘔白，以後出到去做 case， 分分鐘年齡都冇埋，你知唔知？點嚴厲啊，都要有個限度噶。我係專業人員，我好清楚你嗰套方法已經超過佢哋嘅限度。我都係專業人員 ，Madam。希望你以後尊重每一個部門嘅職權。我絕對尊重你，先至嚟同你講。無論你高唔高興都好，我已經同你嘅上司兩上申請咗我哋兩日大假。今日之內你會收到 memo。Madam。先 ，Wet Madam 教我哋放假，我哋休息噶，唔系我哋 wet 噶。你讲嘢啊！我哋放两日假，威完啊，就十几廿天头瞓啊，瞓到你饱就得啦。系啊系啊系啦系啊。喂，王子，一齐啊！唔得闲，我有事。咩料啊？扮晒嘢，仲唔妥人啊？你会系女咩？我成日挂住佢啊！哼，喂，正啊！笨佬，沟女你自认最叻啊！有种嘅约埋 Madam 一齐去咧。好，话咁易啊嗱，等睇嘢啦，睇嘢啊 ！Madam， 唔知今日我哋可唔可以？唔知。哇，你好似好多嘢都唔知喎。你追女仔嘅技术认真差啦。唔该，你派个第二个过嚟啊。大佬，哎呀，撞鬼咩？揾啲咁嘅嘢玩，走火点算啊？假啫，玩下啫嘛。嚟，俾大家睇下，切咗好多啊。唔系啊，你有咩唔同咧？点睇啊？多咗好多白头发。系系。喂，你两兄弟想讲嘢讲饱佢咩？嚟啦，快啲入去帮我手开饭啦。嚟，放埋先。妈妈。是你阿太啊，今次翻嚟你屋企住咪得咯，使乜住酒店嘥钱啫？公司数啫嘛，反正同客姐倾生意，酒店方便啲嘅。咁随得你啦，你去金山一去去咗十几年，今次翻嚟阿妈梗系想见你多啲噶嘛。冇问题嘅，阿妈，大佬多啲翻嚟食饭咪得咯。系咁啦。系啊，大佬，身光颈靓嗰边个捞咩？辛苦啲啦，揾錢啊嘛，做咗十幾年黑市居民，而家啱啱開始好啲啫。話時話聽，嗰邊搞咩生意啫？出入口咯，點啊？有冇興趣過去幫我手？當差揾得幾多啊？切！哦，咁你哋過曬去，剩低我一個喺度咋？我都冇話過去，我而且我唔識做生意，唔會過去噶。喂。點樣 ？OK。好似好多嘢谂咁嘅，人老咗系咁样噶啦，系咪啊？扭肉挨得好辛苦啊！我记得我十八岁跳大转角嗰边踎，金山啊嘛，仲会有得执添。系啊，我记得我豆靓嗰阵时，仲想话跟你行船添。
好彩你冇去。喺嗰邊冇錢冇綠卡，連雞腸都唔識多嘅，識親嗰啲十個著緊擺腳都係人渣。你計算翻嚟又喺嗰邊洗大餅嘅，洗大餅，連自己洗都未夠啦，仲要寄錢翻過嚟香港。我哋唔好彩，我老豆養。你知我啲錢點樣嚟㗎？有一次我喺街邊踎喺度食麵包皮，有個月青幫個攤攤攞$10俾我，叫我幫佢搭麥粉。我諗都唔使諗，咪應承咗佢。大佬，我根本冇得選擇。為咗綠卡，我幫你劈油、開片。你聽我啲前職。你而家仲羣埋嗰啲人一齊？傻啦！揾夠咪收手咯，細佬係差人，大佬點可以係賊啊？係咪？使乜惊啫？你以前未挨打，一样掂噶。你落过水啫，我成世嘅生活都水好难缠，我连油嚟都掂。你唔好俾人偷。嗱，俾啲信心，饮多啲水啦，好似我咁。饮多啲水，嚟，饮杯喂，系啊，嚟，干杯。咁闷做咩啊？花姐，食饭啦！好啊，嚟啊！哎，出去跳啊，孖仔！系啊，跳啊 ！Hello， 喂 ，Hello， 喂，快唔快？快唔快？好啊，阿杨，你嗌先，系啊，得哥，系，佢，得哥，你点解算要坐低？Madam 啊，前面落口放低我得噶啦。哎，唔该晒，拜拜。阿龙个人都几得意嘅啫，个样咧就凶神恶煞，但系讲起嘢嚟咧仲知明嗰啲女仔。讲个秘密你听啦，就怕曱甴嘅。真系噶？不過你又夠係啦，平時見你斯斯文文，但你同阿婉祥拗起上嚟咧，仲犀利過啲師姐啊！咁啊，我樣真係好惡咩？講笑啫，其實阿婉祥都有佢一套嘅，我哋喺學堂辛苦啲，租個出嚟搏嗰陣時冇命啦。要達到一個目的，有好多種方法嘅，我覺得佢唔係好人道。你都幾硬頸喎！可能自細養成啦，自細一個人孤零零去咗英國寄宿，讀完醫科咪翻嚟咯。你 quality 咁好，自己掛牌得啦。入嚟學堂做咩啊？揾錢又唔係多。入嚟揾老公啊！你人都幾得意嘅喎，少一時都唔出聲嘅，頭西 disco 又係咁。哦，對唔住啊。可能呢樣我多啲嘢諗啦。做咩？訓練啲嘢？
唔係。女朋友？佢走咗啦。Sorry 啊。唔緊要，又唔係啲咩唔可以話俾人知嘅秘密。咁咩原因啊？講嚟聽下。佢話我冇時間理佢，又唔肯同佢結婚喎。阿 Madam， 喺嗰個場景我得噶啦。一個拖機嚟，又唔見咗幾日，但我又唔可以話俾佢聽嘅啫。你哋威就威啦，但連咁親嘅人都唔知道你做緊乜嘢。蒙面超人啊嘛！我走了 OK， 下班见啦。拜拜。拜拜。以后叫阿文啦。阿文啊，咁夜一个人翻去好危险噶，不如我送你翻去啊。你哋放完假，睇嚟应该比放假前更加充沛，所以以后嘅训练就艰苦好多。如果你哋认为自己挨唔住嘅，而家可以退出。你六个人一组，尽快游嗰啲铁丝网，然后浮上水面，明白未 ？Yes sir。好嘢啊！你同我差唔多啫。應該走啦，牙住曬個胃。翻煙嘅係咁上下嘅啫，嚇，係咁上下啦，又唔自量下。你邊坐？捱到而家你先捱走，呢啲唔關你嘅事，唔關我哋事，你嘅事即係我哋嘅事。而家想用就同我一齊水啊！啊！而家考咗试，考咗咩？你衰紧噶，我正走都冇用噶。我现在做咩都中咁简单，我冇你哋咁飞。你如果出嚟做嘅嘢，我有十分钟做出嚟都冇咩用。我而家只系想做翻个普通人，你同我现实系。我求你，你唔好理我。你走，走你唔好当我哋兄弟。你哋根本就唔应该留住佢。如果就咁俾佢 pass 出去，出去咪斩住送死。
呢个世界冇嘢话唔掂嘅。如果猫仔响试实掂，你估呢度迪士尼乐园啊？呢度系 SDU， 入嚟呢度要讲求天分嘅，有啲人根本就唔啱。穿个烂仔啊！喐啲就打交。Sir， 黄子丹唔应该踩自己队友啊！我只不过系讲真实说话。收声。Yes sir。你哋边个喐手先？系我 Sir。我个罚你出去跑圈，直至到雨停为止。Yes sir。喂，后生仔，你冇事啊嘛？呢度冇地方遮噶，你埋去避下雨先啦。不老沙燕有我提醒你啊，沙姐，你讲嘢啊！Sorry sir， 呢度唔系游乐场，唔可以话嚟就嚟，话走就走。先生，我求你俾一次机会我。你知唔知你自己似咩？你似一只狗。一只见人就摆你个狗，你值得我俾机会你咩？吓，我会再俾心机噶啦。俾心机系冇用嘅，你根本就生得蠢，以你嘅资质，永远都冇可能做一个优秀嘅特警。你仲似一堆烂人，一堆俾人任踩嘅烂人。Yes sir， 你唔止生得蠢。你仲生得贱，俾人踩完之后，你仲要同人踩翻干净。做咩？打我？你够胆啊？哼！你嘅胆仲细过一只老鼠。你呢生人注定俾人睇小。
上司，我而家以教官嘅名义罚你出去跑圈，直至到雨停为止。院长，咁我真系可以 get out？ Yes sir。Thank you sir。你只脚踭关节软骨退化，睇嚟唔系一朝一夕嘅事。咁即系有冇跌伤或者扭亲过？可能系上次单 case。嗯，咁有冇睇医生？冇啊，我就咁将跌打走咗。啱啱嗰排阿 Linda 走咗，我咩都冇心机。呢个世界唔系得一个女人嘅啫。阿 Madam， 我只腳係咪好嚴重？好難講，但係最好唔好做劇烈運動。沙井，留醫睇下點先啦，未必要退役咁嚴重嘅。Madam， 我求你應承我，唔好將我呢件事話俾上頭知。沙展，冇事啊！佢话我唞两日就冇事噶啦。我哋一齐考试噶，系啦。切，你会使啲残废嘅咩？梗系一齐考试啦，仲一齐 pass 添喎，啱唔啱啊？啱，冇错，冇错。阿文，唔得闲嘅。做咩？唔擔心緊啊！好，唉，呢啲嘢話唔嚟嘅啦。入嚟嗰陣時仲擔心緊阿貓仔，而家自己自身就難保。你唔似咁易認輸嘅喎，況且而家都係觀察期啫嘛。嗯，呢啲嘢點話得埋啊？舊年有個師兄咧做 case 嗰陣時唔小心整隻手，而家隻手咧用唔到力。都只俾上頭掟咗去大嶼山，咁都係當差啫。咁啊係，食慣魚翅啊，邊個想食粉絲啊？最緊要啊，都係曾經擁有啫。擁有咗要珍惜啊嘛。嗯，你而家咩都冇咩？有，仲有咩件？新女朋友啊？係我只狗。咁都唔高興，估啊！如果唔係，點嚇到你啫？貓仔，今日食飛食飯，睇你啦！啊，點解沙姐仲未報到咧？好鬼做乜口頭啊！一嚿水，我都有大口狗都用唔掂。赌咩啊？赌学人赌，要掂你自己先啦。赌，唔知啊？
我睇今日沙展都好敏锐。其实好冇瘾嘅，唯一一个对手唔得。阿文，我要去考试。冇可能，你块软骨裂咗，要长期做物理治疗。呢啲系以后嘅事啫。你而家考到试吗？冇话唔可能噶。帮我求下你好唔好？其他又得，呢件事真系唔得。刘少华，我以 SDU 第七队医官身份，禁止你离开呢个权力半步。冇人可以阻到我。刘少华，对唔住。等一阵，你哋每个人喺十分钟之内冲上楼救翻个人质落嚟。我唔理你哋用咩方法，总之喺整个过程里边，我中弹受咗伤或者唔可以依时完成嘅，就即刻抛出局。明白未 ？Yes sir。Sir，SDU 队员编号154报道。你而家应该喺医院度。Sir， 我要求参加考试。你只脚根本唔可以参加剧烈嘅训练。Sir， 虽然我唔可以再做 SDU， 但我好希望可以参加今次考试。我要证明，就算唔系一部机器，系一个人都可以做到你嘅要求。院长，沙展系我哋当中最 fit 嘅一个。如果佢唔能够参加今次嘅考试，我都要退出。Sir。你准备啦 ，Yes sir。开始 ，Yes sir。喂 ，A2
被人中咗枪点算？救出罗志柱。伤弹系伤喺地下嘅，要拆个炸弹先至可以救到人。烧啲字典，抌咗炸弹落街。喂，中计炸弹啦！喂，个炸弹就白讲唔切噶啦，但系我哋一定要救个人质噶，冇你咁多就走啦。沙子唔够时间，得翻分钟。我先，唔好又睇落，唔够时间。你边个？听啊！小心啊！啱啱講得切。大家聽住，你哋嘅編號牌就喺水裏面，三分鐘之內，你哋要攞翻個編號牌浮上水面。如果攞唔到，或者半途放棄嘅，馬上翻。Yes, sir. Yes, sir.
编号牌你就攞咗啦，但系嗰五秒啊！特别行动组第七队嘅重组结果，成绩最优秀嘅队长黄子丹、林斌、赵子文、陈龙生、李德辉、欧阳强同埋范仲明，队员刘少华以第二名嘅优秀成绩完成考试项目，但系因为脚部受咗伤，所以暂时调去重案组担任文职嘅工作。本人仅代表 SDU 同仁，祝佢早日康复，重新投入第七队。我哋嗰啲好可惜，希望你再翻嚟。Thank you, sir。好，再见。你再唔讲 ，OK。恭喜晒，你都冇输到。黄子，唔好意思，恭喜晒，恭喜晒。沙子，多谢晒。你都系靠自己，俾啲心机。Thank you, sir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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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哋點解要多謝？如果冇你，我哋就冇今日。我只係盡咗自己嘅職責。Sir， 阿文啊，食晏啊？好多嘢做。多嘢做都要食晏噶。你哋唔關我事啊！你衰又好，不又好，還掂你都當我咁係咩意思啊？溝你啊嘛！你冇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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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學嘢啦！哇！媽，加料啊！哎呀，得啦，你翻嚟啊，啱啦，可以帮手执嘢啦，过两日搬啊。搬咩？咧，你大佬喺半山度买咗层楼，佢哋有花园泳池噶。你应该明白啦。呢啲啊？系啊。好贵喎，妈。哎呀，阿太揾到啊嘛。冇听佢讲过嘅。哦，佢话俾个惊喜我喎。哎呀，唔好讲咁多字啊，快啲去洗个面食饭先，我去开饭啦吓。嗯。警方今日喺一架飞往菲律宾嘅飞机上搜到一批枪械，包括有 M16 500支、7支 M78 步枪，现在已拘留两名非籍男子协助调查。跟住咧，新闻嘅详细内容喺油麻地避风塘失事。老實下午茶啲咩？奶茶尖多，唔該你啊！坐低啦。喂，喂，咩料啊？好啊，嗯，一間見啦，拜拜。喂，唔見到黃子嘅？唉，王子啊，餐餐都唔会出现噶啦，你今日唔使遇佢。王子人咧虽然高斗啲，但系相处落我觉得佢冇乜点噶。诶，咩叫做啊？
禾秆冚珍珠，你又講嘢啦，龍哥，如果你係丟書包咧，唔該你讀多幾年書先啦，發自內心啫嘛。喂，咁點睇我先？你啊，珠聯璧合，永結同心，又燒到我哋嗰打，咁係啊，關你咩事啊？係啊，關你咩事啊？你個咩臨時加你㗎？唉，傻仔，有關你事咩？今次你哋又衰咗啦。喂，你先。有事喎！哎呀，對唔住啊 ，Madam 沙姐，我哋先走先啦。喂，走走走，快啲先。喂，你兩個是第一個請咯喎，快點，你兩個一齊拍緊拖，而家邊個俾都得啦。見你，玩得咁開心，咁早就走。我以前都係咁嘅。我自己好得幾快啊！早啲發現就冇咁長壽命啦。我想入翻 SDU 啊！你自己決定啦。你唔反對？反對有咩用啫？上次啊，你反曬面，你都要考試啦。我都知道你對我好噶啦。我咧就，我就想你应承我，周唔任务嘅时候小心啲。你唔好咁啦。应承我啊！你等多我两年，我一退役之后即刻同你结婚。做咩啊？咁算求婚啊？唔系求婚，系逼婚。咁冇办法啦，难登盏都照杀啦。我系难登盏，跟住你咯。睇唔清楚，講大話！你睇得太清楚啦，睇下呢個你親生大佬，係咪 ？Sir， 佢叫黃子泰，係粵青幫派嚟香港負責軍火物嘅頭盔人物。黃子泰 ，Sir， 你身為警務人員，但係家屬竟然係黑社會嘅成員，按照法律，你必須暫時停職，接受內部調查。
Yes, sir。你杀人对人杀你，我阿生唔捞落，你估我唔厌啊？我厌咩？我埋字都唔识多个，翻嚟香港捞乜嘢？跟住我埋人捞乜嘢？咁你有苦自己知。读书嗰阵时，我全班最 top 嘅，出嚟当差又系最 top 嘅 SDU， 咁多年嘅大佬都系最 top 嘅。但系大佬对你唔住，因为你搞成咁，我睇你都系企唔住。不如跟我揾食，收声！爸，我叫你收声啊！咁你下次唔好俾我见到你。爸，爸，爸，你再考虑下，我会再揾你噶。爸，包仔，包仔，包仔，点解你唔开枪？你中意打就打，我唔会答你。我只系想知道真相。你冇走，你冇走，冇走啊！等过多几日，等佢心情好啲先问佢。包仔，
子，王子，你听我讲，懦夫，我唔怕，我实同你讲，我识你嗰时候我佩服你，因为你够串有料，但系而家我等你收家，你睇你，你似乜嘢啊？你只有 SDU 嘅队长咩？班 friend 你又唔敢见，连班猫仔你都要鬼鬼祟祟。你以前咪好串嘅？嗱，我头先见过你阿妈，我知道你两兄弟感情好好。啲手足点谂我唔知道，我都明白你嘅心情。如果俾著我，我真系唔知点做。王子，内疚系冇用嘅，内疚猫仔会翻生咩？你话俾我听，你大佬喺边啊？你记唔记得你俾 SDU 发过咩誓？你系最 top 最 fit 嘅差人，你唔衰得噶。刘少华，梁 Sir， 呢份系我健康证明，我只脚已经冇事，希望可以调翻入 SDU。你小心啲。大哥，大哥，点啊？我呢前特警你有冇得挥啊？啲新人军好串嘅，不过有打喺度，冇嘢嘅，顶起嚟。冲出来！大佬，你投降啦？
死晒攞出嚟！搏一次，大佬，投降啊！够姜就肥我，投降啊！自恨。